对，因为我觉得问题是他出在这个健康证，他肯定是从加拿大发的，也可能是加拿大的货用美国健康证，或者是美国发货用加拿大健康证，反正一定是出在这问题上。他找我了，他找我了，我说我办不了，我说你要用我的货，我能给你办，你不是我的货，我没法出口给你办。